2022年暑假，原本和高中同学讨论要骑车去花莲旅游，但在讨论回程时，有人异想天开的提议要不要往北走中横回来，那我说不如环岛算了。于是误打误撞的就又促成一趟环岛旅行的诞生。从潮州出发，在这边接上台一线，也宣告着我们的环岛旅行正式展开。在熟悉的海豚湾，我们在这边简单的休息，准备的就又要继续往台东前进了。在丰港，我们在这边转往台九线，经过草埔隧道，时至今日白白机车依旧无法行驶南回改。经过一次休息，以及在区间测速的照顾下，我们花了点时间才结束南回段，来到台东。逆时针环岛的好处，就是在来到东部海岸时，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这片海景。在谐音就是爱你的台九 420K 这里拍照留念。既然有爱你，那肯定是少不了有爱心的元素。看着自己的照片，真的觉得蛮好笑的。下一站依旧是简单拍照行程，去当时还没破坏的通往天堂的阶梯。拍完照后，我们下一站要到太麻里车站，而中途会经过的多良车站，因为在上次环岛时已经去过，这次就没有排进行程里面。录个 V 相，现在呢，来到了太麻里车站了。然后这边有一片很漂亮的风景，从这边拍下去呢会非常的好看。那最好的拍照方式呢，其实还是应该是站在这个双黄线中间去拍会蛮好看的。好，来拍照吧。紧接着来到华园观景台，这里也是个台东知名的拍照景点。不过我们当时似乎是没有找到那座水塔，于是在平台上休息一会，便简单结束了这个行程。继续沿着台九线前行，在这里改走台十一线往台东前进。在这个路口左转就会进到台东大学，也是傍晚我们会去走访的地方。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总算要抵达台东市区了。算9点开始出发好了，然后现在下午2点，大概6个小时吧，终于到市区可以去吃东西了。现在要来杯凉。然后现在要去知名的阿红炸鸡买点炸鸡来吃。OK， 要不要确定要？买完炸鸡，虽然时间还早，不过我们已经抵达今天的目的地，于是便前往今天的下榻地 check in， 顺便休息。饭店就在我们刚刚准备进市区的路上，于是照着原路返回。傍晚，我们前往台东大学。虽然说在上次环岛已经有去过了，不过难得来台东，还是会想要去学校走一走、逛一逛。来到转往学校的路口，在这里我莫名的被一架飞机所吸引住。曾经在这里读过书的同学带着我们再次认识台东大学的校园，建筑很有特色的图书馆。
欢迎大家拍照，拿台东大学毕业证书的拍照墙，还有爬长长楼梯到图书馆顶楼。这边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无论是校园里的山景，还是眺望校园与远方的海，我们环岛第一天的行程就在这边结束了。很好。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饭店，正式展开第二天的行程。今天的终点将会在花莲市，这次我们选择走海线的台十一线，经过了富冈、礁鲁兰、东河、都兰，在这个路口左转，第一站，我们来到旧街东河肉包吃肉包，作为今日的早餐。现在来到这个旧街的东河包子，听说旧街这边的比较好吃，那我们现在就去吧。不太对哦。越拉越近。我要传中了。什么两枪？三枪吧。他不是，当然不是三枪。三枪的叫声。不要推我！不要推我！没有没有，你坐，我推。几公？你不是20公斤而已吗？你不要闹，你先坐下好不好？你先坐吧，你不用后头。你先。体验哦，刚才郭天武说他在当教，好，我们今天上下去，他只当一次，好像不太对呢。你这样不行，看起来怪怪的。吃完肉包后，我们踏上机车继续往北。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很适合像我们这样骑车旅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骑乘，来到了位于成功镇的三仙台。三仙台也是台东知名的景点之一，无论来看日出，还是欣赏海景，或是散步于跨海大桥，都非常的适合。你们要直接去走那个桥吗？好的。出来给外线，然后踢十二码球，好，然后记得投那个变右下角变化，好，可以，好，来，请问我们打，请问我们打的是什么球？来打戏，来，哎，队长，对，飞舞，打戏，好，我们自己来，一二三，郭建武加油，一二三，郭建武加油，太扯，太死了。又上又下的。现在超热，现在温度应该体感温度大概38、39、40度左右。不知道。然后完全万里无云，超热的。有人说太热吃不下，那就直杀那个北回归线好了，44分钟哦，到那边2:07。好。结束三仙台的行程后，原本下一站是要去位于长滨乡的金刚大道，不过天气真的太热了，加上稍稍在正中午时间走完一趟三仙台大桥，
此刻的大家只想加快行程，抵达目的地。经过长滨，又是骑了一段路程后，我们在北回归线短暂的停留休息，就又继续的往北了。这次中海线一路上车子不多，可以以轻松的方式骑乘，再加上这片湛蓝的太平洋，让我们在这段公路行驶是非常的惬意。走了一整天，才发现我们好像还没跟这片海洋合影过，于是就随机找了路边停下。停这边 OK 吗？好，倒车，倒车，来倒车。啊？我们就全部一起比海的另外一边。一二三。那个开过去的都想说这个是开。花莲县的地形狭长。我们就这样沿着海线往北前行，随着轮子与时间不断的向前推进，不知不觉中就经过了远雄海洋公园，这代表着我们距离今天的终点也不远了。走上花莲大桥，随后就进入到花莲市。就寻找今天的下榻地，第二天的行程就顺利的画下句点。好，首先回转车顶。环岛来到第三天，依旧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我们第一个行程要来到位于秀林乡的清水断崖。虽然说在上次环岛时已经来过，不过既然难得来到花莲，肯定是要特别安排。来到转往台九线的路口，刚好遇到准备降落的战斗机，轰隆巨响的引擎声可说是非常的震撼。一路上左边的中央山脉在艳阳的照射下特别的美丽，也让我们在这段过程骑得相当舒适。来到与台八线交汇的路口，我们这次就不前行往太鲁阁。继续环岛的行程，首创苏花公路往宜兰前进，人水隧道现阶段唯一能让普众机行驶的苏花改路段，隧道内通风良好，骑起来凉爽舒适。很快的就来到第二段苏花改，从这里开始普众骑士只能行驶一旁的旧苏花，如果不熟这里的路况，很容易就会骑错路。在这里遇到一位正在用独轮平衡车旅行的旅行者，非常的特别。走在旧苏花公路有个优点，就是在好天气时，右边的太平洋非常的湛蓝。骑了一段时间与距离，我们就在南澳一带休息。完全了吗？你是大哥的他爸爸吧？我要骑回台北。我最讨厌像你这种，我要骑回台北，只是敏锐的小朋友。完全。结束南方澳观景台的行程，意味着我们即将走完这段苏花公路，进入到宜兰了。这次我们就不停留宜兰，因此我们在这边接上台二雾，沿着宜兰的东侧往北走。持续向北，沿途经过了壮维。头城、降落伞、
转眼间就离开南洋平原了。此时眼前的景色再次进到左山右海的画面，我们一行人就看着这片景色持续的朝目的地前进。结束在三貂角灯塔的行程后，接着要前往基隆。原先是有安排到位于县道102的不厌亭，只可惜时间上不够，只好再删减掉这个计划。不厌亭的下一个行程是到位于基隆的正滨渔港，因此我们就直接沿着北海岸前行。时间来到下午接近傍晚时分，此时金黄色的阳光洒在地上，随着转弯而移动的影子，让眼前的这幅景色有种说不上来的唯美感。从花莲一路骑到这里，大家早已累坏了。在正滨渔港一边欣赏一排的彩虹屋与夕阳，一边做最后一次的休息。原定计划要去基隆的大地标，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也是一样无缘了，只能从远方简单瞄一眼，当作踩点成功。就这样顺着下班的车流，我们一路跟着台北的通勤族们穿梭在台北车水马龙的车阵里。环岛第四天，在某间早餐店简单吃过早餐，我们来到了知名的龙山寺参拜祈福。结束了台北的行程后，也意味着我们已经环完了一半的台湾，剩下西半部的路程了。这次在西半部一样是简单的带过，因此今天就会一路南下到台中，一路沿着台山前行。经过了北部车友最熟悉的路口后，很快的就来到了桃园大溪。转往台四线后，我们在一处 7-11 做一次休息。休息完后，我们一伙人又接着一路从台四转往台三乙，之后再转往台三，进入到新竹。一路从三线横行到西侧，沿着西滨继续南下。经过通宵这个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路段，来到这个大弯道，急刹的动线让我们在这边骑得更心惊胆战。我们在这里折腾了许久，也在这边迷了一点路后，才又回到原本的路线。夜晚，
我们来到了位于台中朝阳的一兰拉面吃晚餐。我自己对于吃面的一个原则，就是会先尝尝汤头，滋润完味蕾后，才开始吃面。第四天的行程就在一兰画下句点了。玩到第五天，也是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大家累积的疲劳在前一晚彻底释放，今天到10点多才退房离开。吃完了早午餐，月末在12点才正式启程南下。偶然的经过成功岭，骑过窄小的乡间小道，再接回主要道路，转进184县道续行。途中在一处加油站加油，休息后就又继续的上路，很快的就来到云林与彰化的交界处浊水溪。骑在溪洲大桥上往右边看，就可以看到溪洛大桥。又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骑乘，眼前的这片路牌向我们报告了新的进度，到嘉义了。休息了好一段时间，大家体力恢复一些后，便又继续的上路。路过了嘉义北纬23.5度线，不久就进入到台南市了。行人在台一线上很顺畅的行驶着，直到走错了，继续走。是在这边走错路，然后又这样绕回来。怎么又是这里？在一处的加油与休息后，我们的路线转往山区，避开交通繁忙的市区。
经过了一大段的路途，我们成功的接上台三线，继续往高雄屏东前进。四线道的道路让早已疲惫的我们在这段路可以以相对轻松的心情走过。天色渐暗，我们来到了旗山。转往新旗尾桥续行台山后，不久就来到了屏东里港乡，也代表着已经回到屏东了。在里港加油站加完最后一桶油后，就真的只剩下最后的最后了。五天环岛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回首这五天的旅程，虽然过程中或多或少遇到了一些状况，而且打了西半部几乎都是简单的带过，不过我依旧是期待未来的环岛之旅能更加的精彩。完了，回来喽！回来喽！干，刚才你工地的。环岛影片到这边即将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阿志，我们下部影片见。